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、烟供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佛教动画系列》。您慢点嘛，您慢点。姨奶奶再见，玩得开心，再见，玩得开心，再见，再见。你们在家可要好好互相照顾，和睦相处啊。好，笑笑，一定要让着弟弟，听见没有？放心吧，爸爸。我看我还是不去了，孩子没人照顾哪成？哎呀，妈，我俩好不容易年假休到一起，难得的机会啊。就想带您二老出去旅游，孩子都大了，该训练他们独立生活了。嗯，是啊，咱们打赌，咱们几天回来，孩子们肯定好好的。你要是输了，给我们唱段大戏。老了老了，还这么贫。爷爷奶奶好好玩，好啊，好。哎，奶奶别忘带礼物给我。好，好，回去吧。自由了，自由了！谁说的？我和笑笑都还在呢，是吧，笑笑？哎，我哪有功夫高兴啊？我的美术作业下周就要交了，我还不知道画什么呢。
哥哥，我回来了。老师说后天幼儿园要举行趣味运动会，我要参加捏橡皮泥比赛。是吗？嗯。哥哥，你教我捏橡皮泥吧。哎呀，你没看我在忙吗？糟了，以前买的橡皮泥都干了，好硬哦。小宠哥，求求你快拿出来吧！什么宝贝啊？我没有橡皮泥，不过这是我刚变出来的软软花洒，你看。啊？坏了的拖鞋变出来的橡皮泥练习吧。耶耶，哈哈！姐姐，给啊，笑笑啊，姐姐最近学校忙，还要收拾照顾家，你要替姐姐看好弟弟。嗯，好的，姐姐。好了，不要总想着你的美术作业了，和姐姐去收拾收拾替替的房间，顺便看看她有没有淘气。啊啊啊！姐姐，我没给你闯祸吧？我一直都很乖。椅子不应该乱放，要放回原处。啊！这，TT，你在搞什么鬼呢？我在为比赛做练习呀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这是可以变出橡皮泥的花洒。TT，不可以毁坏家具哦。家具不会毁坏的，就是能变出好看的橡皮泥呀。小宠哥。我只是让你用坏了的拖鞋变出的橡皮泥练习嘛。可是那些太少了。不就一个比赛吗？你至于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？不，橡皮泥比赛是最有趣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？你不会捏，可以参加别的呀。捏橡皮泥比赛可以赢奖品，是特别好看的儿童贴画集，里面什么都有。比赛不是为了赢奖品，也不是为了拿第一。那是为什么？比赛是为了互相激励，提高自己，同时也帮助别人提高。这正是体现了兄友弟恭，而不是为了你争我夺的竞争。这叫合作竞争。姐姐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合作竞争，就是这个词。不然大家争个你死我活，互相生出怨气，有什么意义？姐姐，我不太明白。好了，你只要听姐姐的话，慢慢会懂的，好吗？姐姐，你最近很忙，我帮你照顾弟弟吧，我来教他捏橡皮泥。
不过千万别叫他总想得第一。放心吧，姐姐，好好休息。最近笑笑变得好懂事哦。长辈们都不在，姐姐你刚说的兄友弟恭吗？这是哥哥以前买的橡皮泥，没开封，还没变硬呢。哇，太棒了！看，给。再来。TT， 你已经捏得很有进步了，我们睡觉吧。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还没有哥哥捏得好。我赢了！好吧，我投降了。原来这个花洒还能让动物变活呀！哥哥，我得第一了！又省事儿又漂亮，太好了。哥哥，我的贴画呢？在桌上呢。我的贴画，哥哥。你不是答应哥哥玩玩的吗？怎么了？可你把它贴在桌子上都浪费了。那是哥哥帮你赢的，我要用它交作业，你还和哥哥计较？兄弟间要互相帮助。可是我……你们哥俩怎么了？哥哥欺负我。你需要帮助哥哥帮你，哥哥需要帮助你就这么小气？算了，我上学迟到了。你这个小家伙，你有花洒，我也有。
你好，我是外星人。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，小小被外星人绑架了！小丑哥，快把我变回来！哥哥，对不起，这个宝贝不能再给你们了，你们可真不让我省心。看看吧，我帮你去学校拿回来的。啊，零分？为什么我画的那么好看？这是你画的吗？老师批评你一点也不用心。不用真心就是敷衍应付，是欺骗。对待自己这样，对待别人呢？别人？你帮 TT 也是真心吗？我原来是这样，我帮助 TT 也只是为了自己的作业，不是真心的，怪不得他会那样对我。所以兄弟间互相帮助，若不是真心，而是为了自己，就不是真的兄友弟恭了。是啊，大人们一回来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没准会被气坏的。啊，哥哥，哥哥，小朋友欺负我。什么？你比赛偷用小花洒，把对方小朋友捏的动物咬坏了？好吧，好吧，我投降了。啊，原来这个花洒还能让动物变活。原来他是这么得第一，都怪我，只为自己想，把弟弟给带坏了。走，跟哥到幼儿园向小朋友道歉去。我不。幼儿园老师说重新比赛，不过这次是大家合作捏饺子。然后一起煮着吃，只有每个人尽力捏得最好，大家才能吃到最好的饺子。哦，这个主意真不错，还是笑笑哥建议的呢。姐姐，小宠哥，我明白了，兄弟间要真心对待，幼儿园的同学也要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比赛是为了互相激励帮助，是发挥团队合作精神。所以要努力捏到最好，才能让大家吃到最好的饺子。好呀，好。我们还是用橡皮泥练习捏饺子吧。花洒可不可以？这些给你练习吧，哥哥。你看，小宠哥多厉害呀！我们玩完了还能恢复原状。房子也变软了，等你学会了就让小宠哥把房子和其他都变回来。嗯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
这个是我给你包的。那，对了，这个好像不能吃。哥哥，哥哥，老师和小朋友们都夸我捏得好哎。哥哥，这回是能吃的饺子了。哎呀，好吃，真香！对了，哥哥，请小宠哥把房子恢复原样吧。好的。房子恢复正常了。好耶！我用剩下的橡皮泥做一个小房子吧。屁屁，你看。哥哥，你真是天才啊。是你给我的灵感。爷爷奶奶回来了。爷爷奶奶，叔叔婶婶回来喽。回来啦。对了，替替，奶奶给你带礼物了。听话，谢谢奶奶。怎么样，老伴儿？我说孩子们保准没事吧？你可不要食言哦。好好，奶奶这就给你们大家，特别是孩子们唱大戏。兄弟有难真心助，兄友弟恭孝在中，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帮助，没有自私自利不分你我的相助才是真心的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兄弟姐妹哦。Four
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。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、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力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药师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，12到13日，恭诵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，14日礼拜药师宝忏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038311673，038311673078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10月共修行程，恭请湛山法师领众，日期10月8日恭诵药师经暨小蒙山，10月15日礼拜88佛弘明宝忏暨小蒙山，10月22日恭诵地藏经暨小蒙山，时间下午2点，10月29日八关斋戒礼拜药师宝忏暨为49天内往生者普佛回向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。07221232307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